结婚当天，一女生追尾了我的婚车，她满脸忐忑，老公熟络的开玩笑，怎么想抢婚？她让她先走，赔钱的事以后再说。几天后，我在自己的婚房里撞见了他们俩，女生挽着她的胳膊，一副不以为然的态度，买房凑的钱还你，老公还我，尊敬的王子公主请三连，小朵跟你们是真玩哦。正文现在开始。结婚当天，我的陪嫁婚车被一个女生追尾了，她从车里下来，忐忑不安的走过来跟我们道歉，对不起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一低头，弯月眉，杏仁眼，挑着两个小酒窝，不笑都甜。大概20出头的年纪，穿着偏粉色的蕾丝裙，面向声色，像还在上学的学生。老公程宇立刻下车，隔着车跟他开玩笑：“怎么想抢婚？”女生一副愧疚的样子，咬着唇，一言不发。面对我疑惑的目光，程宇大大方方的介绍：“我前女友住在附近。”他似乎突然意识到应该跟我道歉，于是满脸歉意的低头对我说：“对不起啊，姐姐，搅乱了你大喜的日子。”我该怎么办啊？正常人的反应是叫保险公司。这个女生却一副我什么都不知道，你快教教我的态度。程宇无奈的笑笑，我不是教过你吗？怎么还是什么都不会？我忘了。程宇侧身对我说，你等我一下，我跟他处理完事故就回来。在这之前，他从来没跟我提过前任的事。程宇和我同岁，27，硕士毕业，而那个女生看着似乎小一点。他们俩什么时候在一起的，什么时候分手的，我一概不知。由于他撞掉了保险杠，车没法用了，临时换车耽误了很久，导致我们当天的婚礼错过了及时。更有不少邻居跑出来看热闹，还有阿姨隔着窗户问我，小徐，那女的什么情况？真抢婚啊？旁边看热闹的大爷拎着小马扎回来说，你老公跟他的狗可熟了，又搂又抱的，不像话。我当时就想叫停婚礼，但双方宾客都已经到场，总不能让人家饿着肚子等吧。于是我跟司仪商议，取消了主持，什么都不做，让宾客先吃饭。爸妈打来电话问我，宝啊，怎么回事啊？我说婚礼先不办了。程家那边急了，一个劲给我打电话，我调了静音，一个没接，而是直接扭头回了我们的婚房。当晚程宇回家闭口不提白天发生的事，上来就问我为什么叫停了婚礼，还会倒打一耙了，你不该跟我解释一下吗？程宇放钥匙的手一顿，无所谓的说，就是前女友啊，撞婚车的事我也没料到，巧合而已，你不要多想。我和程宇是相亲认识的，说话也比较直接，既然是前女友，我认为你没有必要替他联系保险公司。程宇脱掉西装外套在我对面坐下来，心平气和的开口，唐诗瑜的车是我陪他买的，保险也是我给他办的，他自己弄不明白会耽误给你的赔偿，你父母陪嫁30万的婚车总不能拖着不修吧。程宇的逻辑很怪，因为担心拿不到钱就帮肇事者跑保险，他这么积极去保险公司当业务员得了。你和唐诗瑜什么时候分的？半年前和平分手。程宇一点也没隐瞒，因为性格不合。他抹了把脸，亲爱的，今天都累了一天了，我们别因为这事影响自己的生活。他抓起一旁的毛巾，你先睡吧，我还有事情处理。说完就去浴室洗澡了，没有后续的交代，模棱两可的态度直接把我气笑了。我跟程宇是先办婚礼再领证，现在证还没领，突然蹦出个前任，我认为其实没有再领证的必要了。但是婚房是我家和程家各出了一半，房产证上写的我俩的名字，财产划分跟双方父母沟通都需要时间，修车费要大几千。据程宇所说，唐诗瑜根本拿不出那么多钱。我跟程宇说，这是我陪嫁婚车，不管怎么样必须赔偿，现在我只要把他从房产证上踢出去以及拿到我的赔偿就可以分手了。之后几天程宇变得很忙，他光明正大的跟我说，我跟唐诗瑜去一趟保险公司，唐诗瑜那边出了点问题，我过去看看。双方父母问起我领证的事，我便一拖再拖，私底下找了律师咨询财产的问题。没想到荒唐的事还真被我遇上了。那天我把文件落在家了，趁中午公司午休时抽时间回了趟家，一进门就听见卧室有人说话，我以为是爸妈来了，一推门，唐诗瑜穿得很清凉，趴在程宇身上，脸红红的，你不是不想我吗？程宇眼神迷离，现在也不想，然而他手上的动作还是暴露了他的想法。他们俩把我的婚床弄得皱皱巴巴的，我亲手选的床单上沾满了唐诗瑜的头发，还有他廉价香水的味道，一种恶心瞬间充斥了我的大脑。他们两个在玩什么？破镜重圆的戏码吗？咚，门装在墙上反弹回来，巨大的声音吓得唐诗瑜一哆嗦，他红着脸望过来，眼里气气的。程宇眼神渐渐恢复清明，扶着唐诗瑜的腰慢慢坐起来，用被子给他一包，你先走吧，我来处理。唐诗瑜顶着被子稀稀疏疏收拾好自己，然后在我的注视下坚定地抱住了程宇的胳膊，十分真诚地说，对不起啊，我还是放不下他，你这间婚房花了多少钱，我把钱给你，你把老公还给我，我挺喜欢这个装修风格的，要不还是你走吧。我手里拎着文件静静地问，我的婚房为什么要走？这房子是我爸妈托熟人抢到的，将来还有升值空间，我上班方便，如果不用结婚，我本来可以贷款买下这个公寓，为什么要搬？唐诗瑜有些无措地仰头看程宇，希望他能说句话。程宇想了想，我认为咱们两个没必要领证了，我想明白了，我还是喜欢跟他在一起，你喜欢跟母猪在一起我也没意见，但房子必须是我的。唐诗瑜不乐意了，他也出了钱，凭什么是你的？就凭没有我，他压根买不到这个地段的房子。我举起手机给他俩拍了张合照，准备发在程家的家族群里。程宇疼得站起来，把我拉出门外，压低声说，你别闹了，我妈根本不同意我俩在一起，闹大了对你有什么好处？哦，破案了。
不是性格不合，是家里不允许。可是跟我有什么关系呢？房子我必须拿，他们俩也必须滚。当晚闹得不是很愉快，程宇和我在客厅里谈话，唐诗瑜待在卧室里，因为我不想坐在他们两个折腾过的床单上。程宇竭尽所能的劝我，我又不差钱，多给你一点不就行了？你爸妈已经给你买过一套房子了，还差现在这一套吗？我缺的是那些钱，房子的购买、装修都是我辛辛苦苦盯着，连窗帘都是我跑了不下十几家店才盯下的。现在为了一个不要脸的前任就拱手让人，凭什么？说白了，房子是我的资源，我为什么要给他？扶贫吗？我喜欢这一套。见我不松口，程宇也恼了，你这么耗着有意思吗？我不喜欢你，你听明白了吗？我震惊了，说的好像我多喜欢他一样。他该不会以为我咬死不松口是因为我还想挽回他吧？反正我跟程宇没领证，也没有任何深入交流。此时他急着娶唐时鱼，我反而成了最不着急的一方。我笑着说，房产证上写的是咱俩名字，你要么拿我的钱改名去了，要么就耗着。卧室门咚的打开，唐时鱼若无其事的走出来，拉住程宇的手晃了晃，平心静气的说，别跟他一般见识了，我又不是没房子，你跟我回家呀。哦，唐时鱼所谓的房子是租的，他这个年纪的小姑娘大概只会因为男人的偏爱扬眉吐气，真爱无价。但其实他不知道偏爱在现实面前一文不值。程宇拉着唐时鱼摔门走了。晚上的时候，我接到了程宇妈妈的电话。小徐啊，你跟程宇是不是闹矛盾了？是，阿姨，我打算跟他分手，你们买房子的钱我过后会转回去，程宇跟我办理过户手续就可以了。你至少得给我个原因吧。阿姨，您还是问他吧。程阿姨匆匆挂了电话，我则继续跟爸妈商量退份子钱的事儿。程宇真有骨气，他竟然搬去和唐时鱼一起住了。其实也没搬多远，就在同一小区。我上下班的时候总能碰见他们俩牵着狗散步，那只狗特别凶，总爱冲我叫。唐时鱼阴阳怪气地笑着说，你瞧这小东西还懂得分好坏。第二天我就跟物业投诉了，物业找到唐时鱼说，麻烦下次把你们家的狗管好，吓到业主我们也没法负责。唐时鱼不乐意了，在大群里公然艾特我，胆子小别出门啊，你总不能让全世界的狗都躲着你走吧。大致意思就是我矫情，意图煽动爱狗人士攻击我。果然下面就有人发言，对呗，小姑娘你怕狗就躲着点走呗，互相尊重。是啊，我们都拴着绳，碍你什么事了？对门邻居突然冒出来替我打抱不平，可是他家狗不拴绳啊，上次我家孩子也被吓着了，真有素质。群里沉默了片刻，刚才指责我的业主反过来艾特唐时雨，你遛狗不拴绳，给我们养狗的抹黑吧。程宇说话了，抱歉，下次注意。但是他忘记改昵称了，他和我都顶着102的房间号说话。群主纳闷，程先生您到底住哪儿啊？不是102吗？我这边消息延迟，原本佐证唐时雨遛狗不拴绳的照片一分钟后才发出去，于是视频就出现在群主问话底下。视频里唐时雨的狗到处乱吠，唐时雨为了挑衅我，拽着程宇的领带在后面肆无忌惮的接吻，群里一片死寂。突然有人问我，记得102是对夫妻吧，前几天刚结婚，这是什么情况？程宇突然给我发来私信，你撤回行不行？我没理他，切回大群的时候群里已经炸了。不是吧，老公跟别的女人搞一起了？还这么明目张胆挑衅，破坏人家庭都这么不要脸了，连狗都欺负人，真贱啊。那天亲眼目睹一切的邻居来了劲儿，在群里发语音，哎呀我看见了，那天啊这个不要脸的小丫头开车把婚车撞了，撞完新郎就下来了，就是抢婚。养狗的都知道吧，狗对一个人这么热情一定是熟人，说不定以前就搞上了。102女主人你仔细查查。本来一直装死的唐时雨脸上挂不住了，狡辩，我跟他以前就处过，在他认识新娘之前。邻居问，那你俩这是骗婚？有人发出了结婚当天汽车追尾的视频，两个视频一对比，唐时雨被扒得一干二净，一时间群情激愤，消息刷屏了。唐时雨的房主发话了，你以前就认识不代表你可以破坏别人的婚姻，小唐下月搬走吧。就是现在人这么没底线了吗？不要脸吧。底下一对人刷屏赞同，这里的房子地段好，根本不愁租。唐时雨的房东我认识，以前一起吃过饭，他找我私聊，当时觉得一个小姑娘柔柔弱弱的挺不容易，才没收她多少钱，没想到是个知三当三的傻 X。 等我回到大群就发现唐时雨就被踢出了群聊，过了会儿程宇也主动退群了。房产过户的事程宇一直没有动静，他也想跟我耗到底，有得必有失，我和程宇闹掰了，婚假也取消了。这个月公司竞争上岗，我沉迷工作，业绩意外拿了第一，反而还升职加薪了，同事说我是情场失意，官场得意，当晚闹着要我请客。9:30散场，我在 KTV 门口遇见了唐时鱼，他穿着吊带小黑裙，化着精致的妆，刚跟朋友告别就跑过来堵住我，姐咱俩谈谈呗。我跟你没什么好谈的。唐时鱼也不管我说什么，摸出电话给程宇打过去，老公你不用接我了，我自己回去。说完一副他就是爱我要死怎么办的蠢样，反正顺路我拎着包在前面走，他就在后面输出，程宇以前跟我处过，其实你才算第三者。我突然停下脚步，扭头直勾勾盯着他，真不知道他脑子装了多少水。唐时鱼瞧见我的反应变本加厉，是就算我抢婚这个行为不光彩，可是怎么办，我好坏呀，我就是喜欢程宇，我不可能让啊。换成你，你愿意让？我为什么要跟一坨屎换位思考？你俩处那么好为什么分手？我妈不让，我刚考上研究生要以学业为重。
程家是书香门第，要是我愿意嫁，还有你的份。程叔叔和程阿姨肯定更喜欢我呀。我依然盯着他不说话。现在在一起了，他怎么还不跟你结婚？唐诗玉一顿，突然像被戳中了痛点，面无表情地伸出无名指。他已经跟我求婚了呀，那天晚上就求婚了，还承诺我要跟你退婚。看到拿着放大镜都找不出钻的钻戒，我差点笑了。程宇就是个普通打工族，一个月10000出头的工资，扣掉生活费水电费，并不富裕。不像我们结婚是程家出资，五金钻戒一应俱全。虽然我现在已经把东西全退回去了，但当时那颗钻戒差点亮瞎人眼。我笑了笑，小妹妹，现在我们两个还在一张房本上，他一天不娶你，你的婚房一天就没有着落。我还得谢谢你老公拿自己的钱给我买房，不然我得背房贷了。他晚撤一天，我就多省一天的利息。哦，那你挺自豪啊，乞丐。唐诗雨表现得一脸无所谓，仿佛我才是那个自作多情的人。然而从他的脸色，我知道他气得要死。这样我的目的就达到了。程宇咬着房子不松口，那就让唐诗雨回去跟他闹。闹多了，程宇耗不起了，自然就跑来跟我办了。果然，一周后，我接到了程宇打来的电话。你怎么跟石宇说的？你想让我怎么说？程宇语气生硬，你没必要刺激他吧。他现在天天哭，本来身体就不好，我不耐烦地打断他，他天天哭是我的问题，不该是你的问题吗？你要是不刺激我老婆，他会天天闹着见家长。程宇语气也不好，但我抓住了他话里的信息。闹着见家长，那为什么不见呢？因为程家根本不欢迎唐石宇。程宇一直瞒着，不敢让唐石宇知道。这一刻，我竟然说不出唐石宇是可笑还是可悲。程宇没搞定父母，所以他短期内没法跟唐石宇结婚。我想依靠唐石宇把房子要回来的方法就行不通了。无奈之下，我只能跟程阿姨谈。2周的时间，我向亲戚朋友筹借了一些钱，联系了程阿姨。阿姨，上次我顾及您的身体，所以没提这事。程宇和前任复合了，婚房是我爸妈托关系才买到的，所以我不能把房子留给他。麻烦您跟程宇说说，跟我去办过户手续。程阿姨先是一顿，继而唉声叹气，我和你爸就中意你，别的儿媳妇我们也不认。其实这种话听听得了，没有爹妈不向着自己儿子的，都知道房子好都想要。他在电话里再三道歉，这样吧，我跟你去趟程宇家，咱们坐下来，包括那个女的，开诚布公的谈一次。去之前我带上了所有的证件，如果谈得顺利，最好一天内办完，彻底跟程宇断绝来往。程阿姨手里竟然有程宇和唐诗怡家的钥匙，应该是程宇给她的，这也是一种变相的偏袒。她再不喜欢儿子看上了，她也得帮着。她领着我进了屋，坐在沙发上准备给程宇打电话，门突然从外面开了，笑声先传来，我觉得是男孩，跟你一样。紧接着唐诗怡走进来，手里攥着一张 B 超单子，她正在跟程宇打电话，脸上的笑容还没消失，就看见我俩坐在沙发上等她。一时间现场落针可闻，她慢慢放下东西，顿了几秒钟，十分淡定地说，老公，你妈妈和你前妻来了。是的，他管我叫前妻。趁我不注意，他还撇了撇嘴，一副瞧不上我的模样。我坐着没动，也没开口。之前程阿姨瞧不上唐诗雨，可现在她有孩子了，眼下这个情形就很值得人揣摩了。我知道程阿姨喜欢孩子，之前就旁敲侧击地告诉我想抱孙子，现在好了，有人满足了。果然程阿姨的脸色已经不一样了，原本蹙着眉，现在慢慢伸展开。等唐诗雨挂了电话，就开口问，你怀孕了？唐诗雨点点头，把 B 超单子递过来，阿姨，是程宇的。说完淡定地瞥了我一眼，一副胸有成竹的模样。唐诗雨虽然不聪明，但他有一点拿捏的准，就是自己从来不出头，一切都推给程宇交涉。程宇回来时跑得满头大汗，妈，我和石宇准备领证了，婚礼就不办了。程阿姨没好气地说，不然你想办几次？还嫌我们不够丢人吗？程宇瞥了我一眼，我和石宇还没有婚房，言下之意是想道德绑架我，把婚房让给他。程阿姨有些为难，她刚开口说第一个字，我就打断了她的话，没问题，既然怀孕了，那就住进去。他们三个都愣住了，没想到我这么好说话。唐诗雨依偎在程宇怀里，一脸得意，就是嘛，婚房当然是给准备结婚的人住啊，你不结婚住什么呀，还不如拿了钱走人。程家白的一个地段好的房子，程阿姨虽然嘴上说着抱歉的话，但脸上的笑却掩盖不住。我说房子给你们可以，但是我过几天要出差，过户的事以后再说。程宇脸色有点不好看，但由于他之前也这么拖着我，所以不好指责我什么。你什么时候回来？我笑了笑，看情况。说完我头也不回地走了出去，因为我彻底看清楚了，要想把程宇从房本上踢出去压根不可能，因为他已经没有道德了。当道德靠不住的时候，那便诉诸法律。我从网上买了几个迷你摄像头，请师傅安在家里的各个地方，另外又开了一路网线，专门供几个摄像头联网，这样手机能随时随地观察到家里的情况。我避开了卧室和厕所等私密场所，因为我也不靠这个。随后收拾好自己的生活用品，搬出了婚房。第二天唐诗雨就迫不及待地搬进去了。我偶尔会登录家里的摄像头，看见他们俩在房子的各种地方腻歪。更有几次唐诗雨问我和你前妻比谁好看，当然是你好看，那个坏女人天天欺负我，这次可算滚了。你以后出门小心点，万一她找人报复你，我没报复她就不错了。闺蜜和周围邻居都替我感到不值，你怎么不争口气啊，凭什么把婚房让给那对狗男女？是我就往门外泼大粪，雇人骂到他爹妈都不敢认。可是这些只是不痛不痒，小打小闹，要搞就搞个大的。我知道唐诗雨在世间我的朋友圈和社交软件，
因此从那天开始，我每天都发一条动态。第一天是家里的茶几，我说我喜欢北欧风，他跑遍了全城的大街小巷帮我找到的。第二天是窗帘，他喜欢黑色的，可是我喜欢透的，最后还是听了我的意见。第三天，我家的设计图都在这里了，想抄作业的朋友私信我，我可以完美复制。第四天，我还爱你。等发到第十天深夜，唐诗雨手滑给我点了个赞，然后火速取消了。某天周末的清晨，邻居给我发微信，你们家叮叮当当在搞什么呀？我登录摄像头一看，好家伙，唐诗雨终于忍不住开工了。茶几、餐桌、窗帘、沙发都被他请来的工人砸得稀碎并运了出去。不到一天的时间，家里变得空空荡荡的。唐诗雨心情极好的坐在废墟里给成宇打电话。老公，我把那女人的东西都扔掉了，你今天早点下班回来，咱们换新的。与此同时，唐诗雨朋友圈更新了一张废墟的照片，配文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。我笑了。两分钟后，我打了报警电话。你好，警察同志，我要报警，理由是故意损坏他人财物。唐诗雨被带到警察局的时候，人还是蒙圈的，他还穿着早上发朋友圈的那身衣服，化了妆，等着成宇下班回来陪他去家具城挑家具。故意毁坏财物，他听到警察的话，攥着钱包，一脸无辜。我不知道，我没有，我就装修了一下自己的家具。由于当初成宇跟我说他没钱了，所以我额外拿出了20万用来装修，现在可派上用场。我当着警察同志的面，将证据一项项摆在桌面上，当初购买家具的目录、费用明细、支付账单和账户，唐诗雨协助搬家工人砸坏家具、抬走的视频，以及房产证，权利人我和成宇共有情况，共同所有，证据确凿。这张红色的房产证此刻正无声地嘲笑着他的无知。警察同志皱眉问唐诗雨，你把人家家具砸了干什么？唐诗雨竭力辩驳，他说房子给我住，我搬进去了，我就是房子的女主人，装修风格我不喜欢，换了不行吗？我面无表情，有证据吗？请问我是签了赠与协议还是给你办了过户手续？警察又看向唐诗雨，是啊，有证据吗？你别哭，得拿出证据来啊。唐诗雨什么都说不出来，只会反复说一句话，就是房子是他的。警察听不下去了，你要是说不明白就喊你家人来解释，这里不是听你哭的地方。唐诗雨给成宇打了电话，半个小时后，成宇脸色青黑的出现在门口，刚进来就劈头盖脸的骂，你见不见啊？徐言，都谈好了，你找什么事？警察怒喝一声，注意你的言辞。我眨眨眼，挤压在心里的恶气终于在此刻得到了宣泄。警察同志，这是我的婚房，他结婚当天跟他好了，甚至把我撵出家门，自己和他住进去，现在损坏了我装修的家具，您看怎么办？警察瞥了眼清单，说犯故意毁坏财物罪的，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者罚金，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，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，3000元以内的还可以调解赔偿，造成巨大损失的损坏别人的财产物资达到100000元以上的，除了赔偿损失和各种安抚金，还是拘留或者判刑三年、七年或者更长都是有可能的。你这个估计不少钱，我只是简单的罗列了几个大件，还没详细算呢。要是算装修和一些工艺品，应该有十几万。也就是说，我能把唐诗雨给送进去。唐诗雨脸都吓白了，浑身都在发抖。成宇突然想到了什么，指着我说：“偷拍也能算证据？你侵犯别人隐私该怎么算？”我调出当时我跟成宇装修婚房的聊天记录，其中有一条：“老公，房子里值钱的家具太多，我想安个监控。”成宇，好。他对装修实在不上心，大概率是没记住这件事。我故作惋惜，用一双戏谑的眼神盯着成宇，老公，咱们家早就按监控了，你也知道啊。我突然想起一段视频，是上次随手保存的，由于后半段过于不忍直视，所以一直丢在收藏夹吃灰。现在拿出来，画面是客厅，内容是马赛克，不宜观看，但声音透过手机清晰地传出来。宝宝，我们换个地方吧，万一有摄像头，不怕。唐诗雨笑嘻嘻的，甚至还调高了声音，就是让他看见我在他的婚房里干什么。你瞧他天天发朋友圈，都快崩溃了。我好坏啊，老公，不可爱了。现场除了当事人，无一例外都被恶心到了。警察放下手机，一脸严肃，人家自己在家里安摄像头怎么了？道德上的败坏我管不了，但损坏财物这件事我必须管。没你们这么欺负人的。程宇慌了，语气软下来，警察同志，她怀孕了，你能不能放她一马？我笑了，砸家具的时候也没见她身体不好啊。警察站起来，立案之后就不撤案了，你们商量好，要是接受调解就去调解室。唐诗雨似乎才反应过来，惨白着脸冷冷盯着我，我照价赔偿。警察冷笑一声，不光要赔偿，要是数额巨大还得坐牢。年纪轻轻的哪来那么大脾气跟人家原配叫嚣。唐诗雨不说话了，抓着程宇的袖子缩在后面。我选择了调解，没有急着把唐诗雨送进去，因为让他蹲耗子并不是我的目的，我也不会拿到任何好处，我在意的只有实际可观的能捏在手里独属于我的房产证和声誉。从警察局出来的时候，唐诗雨一把冲过来薅住我的头发，你是不是想死？我反应敏捷的给了他一巴掌，扇得他脸都红了。不想坐牢就把你的臭嘴闭上，今天开始你从我家里滚出去，要让我知道你还敢来，我就报警抓你。唐诗雨抱着程宇哭了，我不走，我不走。程宇一边哄他一边深吸一口气，说这样吧，家具损坏多少我们照价赔偿，房子我也让给你，明天就办理过户手续，这是以前的条件，现在不一样了。
我开心的看着他俩吃屎一样的表情，慢吞吞说，房子给我，你和他也得在大家面前公开向我道歉。道歉信我看就贴在小区布告栏上吧，大家都能看到。你别太过分。我转身就往警察局走。程宇叫住我，好，就按照你说的办。唐诗雨扯着嗓子像只疯狗，不可能，我绝不道歉。程宇低声哄他，你肚子里还有孩子，别跟他一般见识。道歉信我替你写，要他亲手写，我会拿去做笔迹鉴定的。我不咸不淡的提醒，你做梦，我死都不道歉。那你还是坐牢去吧。以前是我求着他，现在换他们来求我了。程宇好说歹说把我从警察局劝出来。因为这件事，程宇被迫答应明天一早就跟我去办过户手续。我多等一秒都是对他和唐诗雨的仁慈。钱我早就准备好，有了程宇的同意，过户手续办得特别快。我把程宇从我的房产证上除名了，虽然因此背了房债，但以我目前的收入，五年内就可以还完，压力不算特别大。从政务中心出来那天，程宇叫住我，报警的事你撤了。我无视他命令的语气，你们公开道歉了，一切都好说。毕竟我的目的是拿到房子，至于他们俩怎么样，我不关心。如今我的目的已经达成了一半。程宇答应回去就写。当天我重新联系了装修公司，以前装修我还要参考程宇的喜好，比如他喜欢简约风格，所以我摒弃了自己一直喜欢的棉麻和小清新元素。这次我跟装修设计师交代了我的喜好，定为法式轻奢。设计师很热情，我需要参观一下你家的布局，正好现在有时间，一起过去吧。拿到房产证我心情一直不错，但是这份好心情在到家门口的时候戛然而止。我的钥匙孔被水泥堵住了，门上还用红色油漆写了四个大字，见人去死。设计师一脸惊悚，姑娘，你不会惹了什么人吧？不用猜，我都知道是谁，只是我没想到他还不消停，看来下次得在楼道里安个监控了。这时对门悄悄打开了房门，探头神神秘秘地说，小徐啊，你来了，我知道是谁。他把我和设计师请进了家里，开始抱怨最近家门口总有塞小广告的，怎么说都不听，塞就算了还往我门上粘，真牛皮癣一样。我气不过就安了个摄像头，他打开电脑调出当天的监控，你说巧不巧，刚好就录到他了，背面有，待会下楼的正脸也有。只见宽阔的屏幕中央，唐诗雨背对着镜头，拎着一罐红色的颜料，肆无忌惮地往门上喷字，喷完之后还掏出自带的水泥填到锁眼里。做完这些后，他掏出湿巾在门把手上擦了擦。邻居没忍住吐槽，他在干什么，擦指纹吗？真是又坏又蠢。设计师说水泥灌锁直接废了，你这防盗门换锁得花不少钱吧？是不少，我活这么大见过法盲，但真没见过这么蠢的法盲。他大概也没想到自己的罪行被人拍下来了，这次没手下留情。没错，我又报警了，道歉信我也不要了，直接在小区群里公布了唐诗雨的行径。他当晚就被带走了，于是我们这个小区的居民又有了聚众吃瓜的机会。唐诗雨在楼下撒泼，一口咬定自己什么都没干，还打警察。楼下看热闹的大爷大妈对着他指指点点，就是他呀，年纪轻轻心眼坏着哩，男的也不是啥好东西，一对狗男女。受理此案的还是上次的警察，他看见我都笑了，你这是什么运气？我也无奈的撇撇嘴，盯着他手腕的牙印说，给您添麻烦了。警察局里，唐诗雨气得浑身哆嗦，徐岩，你给我等着。由于唐诗雨损毁数额巨大，外加袭警，需要承担刑事责任。唐诗雨来的时候有多硬气，求我的时候就有多狼狈。我知道错了，姐姐，你饶了我好不好？我刚考上研究生，我还有学要上，你干嘛要毁我前途啊？真是好多年都没人给我讲笑话了。你前途不是自己毁的吗？警察同志也说，现在不是他饶不饶你，你行为太恶劣了，他说了不算。最后我没等到程宇来，做完笔录就回家了。据说唐诗雨后来判了，但由于给了我赔偿款，所以没重判，缓刑出来了。这件事在当地算个大新闻，毕竟不要脸的人很多，像他俩这么登峰造极的没几个。前前后后从他追尾到抢人老公，最后撒泼，都被吃瓜群众给串起来了，视频绑成一块，外加一篇小作文在当地疯传，还有视频博主转发，事情很快有了热度，底下都在评论，有人说说是哪里的吗？顶上去让他们单位和学校看到啊，这样的人就别在现实中生活了，容易挨揍。哇，这不是我同事同学吗？即便打了马赛克，但还是被人认出来了。由于我已经和他们没了交集，一切后续都是从网友的嘴里知道的。唐诗雨因为有了案底，刚考上的研究生也读不了了，被学校给退了学。程宇的事情闹到了单位，被开除了。更炸裂的是，程宇早就和唐诗雨偷偷领了证。就在唐诗雨和我炫耀程宇跟他求婚后不久，一个蹲耗子的，一个无业游民，绝配。但是程阿姨在知道唐诗雨有案底后，死活不同意让他生下来，毕竟这件事影响孩子前途，是他们成家的耻辱。他天天闹，甚至还煽动一大帮亲戚朋友上唐诗雨父母家闹，最后程宇受不了了，跟唐诗雨离了婚，孩子也打掉了。爸妈感慨，幸亏你当机立断，要是硬着头皮把证领了，还不知道要多麻烦呢。现在全小区的人都认识他俩了。那天看门大爷遇见我，十分慈祥的跟我拍胸脯保证，姑娘你放心，大爷眼睛亮着呢，你安心住在这个小区，我看他们谁敢在我眼皮子底下混进来。经过小半年的折腾，我把精力全部放在了工作上，短期内并没有结婚的打算。父母也意识到盲目催婚可能有数不清的问题，日久见人心，长期看人品，不骄不躁，好事多磨。
至此全文完，感谢观看。